天会因为谁而放慢了脚步，热闹的蝉鸣复杂心情，不知道未来有怎样风景，电影会因为谁而重写了剧情，突然的暴雨路看不清，不知道今晚有没有星星，看着那最后一颗烟花火消失天际，提醒我有些话不说，一切会不会太晚，我就是一直一直一直这样的喜欢你，在无眠的寒夜告别的季节，拼命再勇敢一些，我们会一天一天一天长长的走下去，答案的秘密无解的问题都变成了最简单的一句谢谢你。金线，加油啊！豹哥，大哥，加油，金线！你数没数你？做好体能测试的同学就可以自由活动了啊！来，分班，分班，分班，来，来来来，我先来啊！啊，我。丁宪，你累不累啊？不累，我觉得还可以。你们打吧。你干嘛？你不打了？行行行，咱打，咱打。放学之前呢，我说个事儿，下个月学校就要开运动会了，平时占用你们一节体育课就七个不情八个不愿的，现在是时候展现你们对体育课的热爱了。我呢要求也不高，只要每个项目咱们班都有同学报名参加就行了。哦，当然能拿名次更好。体育委员宋子琪，你把参赛的名单统计一下，这两天放在我办公桌上。好，老师，放学吧。怎么样？给你报个扔铅球吧。宋子琪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骂我干什么？我是觉得你能给班级争荣誉，你每次打我的时候那么用劲儿，说不定真拿个奖回来。啊，好好考虑一下啊。小怪兽，算了，看你这身子骨也不是习武之人。思月，报个长跑吧。你开心就好吧。哦，我开心就好。好，短跑、扔铅球、跳高、跳远都给你报一个。不是，咱除了这个玩游戏还有别的娱乐活动吗？那干什么？有啊，打篮球啊，倒台球。上次篮球不是说好的你再让我几颗球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让啊？什么时候让？丁宪，还记得我吗？刘可可，我有个东西给你，明天帮把这个给周思月。我要不这可是我花了一上午的时间叠好的，千万别弄坏了，谢了。怎么又到我手里？
这是我买的，谢谢啊，我不用。你那封信我都看了，原谅你了啊。那不是我写的。什么不是你写的？那封信是十班的尤可可给你的。那这个呢？这个。你跟我出来一下，马上要上课了。出来。又是送信又是送礼物的，你是快递员吗？我就是帮忙而已。你就不会拒绝？之前是我不对，我跟你道歉，大不了以后不让你帮我做值日。我没那么小气。那你在生什么气啊？你和刘晓峰走得近就不怕影响不好？大家都是同学，有什么不一样的？说话呀！林贤，你心里想什么？你能不能直接告诉我？还是你就是觉得这样天天闹别扭很有意思？我没有。那你跟我说。到底在怕什么？以后不要再往我课桌里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。你们别再像平时那样渺小，我们默默的祈祷。你怎么又一个人在这儿？骄傲。
我在写稿子。谁问你这个了？你同桌参加比赛了吗？参加了。下面是高一男子组长跑比赛，请各班参赛人员到起跑线集合。走。哎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得去看一下我的通讯稿。你等我一下啊。哎，丁信，你通讯稿写好了没？我要去比赛了。啊，马上好了，我等一下就睡觉。你真的是写给我的。我走了啊，拜拜。走吧。发现这个男生对你还挺特别的。你别乱说。我先去找稿子了。狂奔的健儿，你们不被鲜花围绕，是见惯了风雨的彩虹。三班的健儿们，你们永远是我们的骄傲。刘晓峰，加油！加油！三班加油！三班加油！三班加油！这你写的？嗯，比我的信文采好多了，下次交给你了。对不起啊，你的信。对了，你刚才说我的信怎么了？你该不会把我的信给私吞了吧？没有。哎呦，我开玩笑的，你别紧张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不小心把你的信撕了，但是我又重新帮你写了一份。你看了我给周思月的信？写的怎么样？啊？随便了。反正又不是我自己写的。我知道你不在意，但是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要觉得对不起的话，那你就再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三班加油！小迪，你看，我也买了一个这个，以后我们就是同款了。不过我买回来之后，我才发现，这个好像还没我以前那个好用呢。以后我每天中午来找你吃饭，好不好？啊，找我吃饭？嗯，找你吃饭。那，你班里其他女同学呢？我又不喜欢跟他们一块玩。好啦，就这么说好了，以后一块吃饭，走啦。我。给我吗？期末考试了，我还是没有把本来要送给周思月的画送出去，也没有和孔沙迪和好，没有学会该怎么拒绝尤可可。也许我真的是一个胆小又不会拒绝的女孩吧。高一学期的期末考试非常的重要，这直接影响着你们高二阶段的文理分科。
如果已经有意向的同学呢，一定要好好准备。还没有想好的同学，刚好可以用这次的考试来看看自己喜欢什么，适合什么。最后预祝大家考试顺利，加油，必胜。打我，你能不能温柔一点？你说，我打你怎么了？哼，谁让你嘴贱？走了，拜拜。我家那个机器人大赛怎么样？拿奖了吗？你觉得呢？可以啊，周哥，这么多奖，划清稳嘞。哎，划清还是没那么简单的。那要是今天晚上你过生日？那就算是双喜临门了，可以。哎，那不小怪兽吗？你叫他了吗？姐，我不想在这边玩了，压根没意思。我去那边玩了。哦，去吧。啊，这一个两个一天奇奇怪怪的，搞得我都没好日子过。他和他的事儿和我和他的事儿不是同一码事。啊？什么他？我听不懂啊！我就知道我夹在中间，里外不是人。他们女生真是太复杂了，还是咱哥几个简单哈。嗯嗯，自己头脑简单，别拉上我啊。干嘛？你啊？干嘛？走开！你也走开！哎，你赶紧去，我来不及了。你看，走了。都走开！你们干嘛呢？起床！快别爬，反正我揍你们啊！你没事吧？要你管啊！走了，回家。让你乱跑。你快点儿。哦。在家这么横。啊，出去外面就知道怂了，打你不知道还手吗？不用你管。不用我管，我是你姐，我不管你，谁管你啊？别动，知道痛了，还有两副面孔。你还说我，你不也一样吗？在我面前那么凶，在你同学面前就成乖乖女了。哎，林俊聪。哇，这个蛋糕看起来好好吃啊。嗯，要不我们先开始呗。再等，急什么？
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呀？你怎么话那么多？怎样？哎，没事，我们先开始吧。来了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其他人呢？宋子熙他们唱歌去了。那你怎么不去啊？每年都是这些老项目，没意思。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？对不起你跟我吵架呀，还是对不起没来我生日啊？都有吧。好了，原谅你了，不过是不是得补偿一下我？你的生日我一定陪你过。为什么明年？谁说我生日过完了？周思月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。这个给你。我还有礼物收啊。嗯。看看啊。这是你的生日幸运图。画的不错啊。可以，我喜欢。谢谢啊。快吹蜡烛吧。嗯。希望你今年的生日愿望可以实现。已经实现了。你许了什么愿啊？不告诉你。对了，我也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。这个太贵重了，我怎么能收呢？这个不贵重，这是免费的。免费的？嗯，我前段时间参加了个竞赛，这是那竞赛的奖品。那我更不能收了。那不然就当你把刚刚那幅画卖给我了。我的画又不值钱。谁说不值钱啊？可能以后就值钱了呢。好了，这手机就算我借给你的，等你有了新手机再还给我就行了。以后不要再让我找不到你了。
喂。喂，丁宪。我刚刚按错了。傻不傻？倩倩，起床了。爸，假期我还想再睡会儿。想什么呢，倩倩？假期昨天就结束了，今天学校开始补课了。你快点啊，饭在桌上，我得上班去了啊。哎，什么奖啊？闹钟，爸爸，我先换衣服了。哦，行，你快点啊。一起去学校，我在楼下等你。早。你要再晚一点，可以跳过早自习了。对不起，我睡过了。你该不会忘了今天要上学吧？唉，总觉得这个夏天好像还没有结束。傻不傻？高二了，马上就要文理分科了。为什么人生要面临这么多选择啊？快一点吧，再磨蹭真的要迟到了。哎，头发。哎，思雨，数学作业借我参考一下。宁宪。你把你作业借他。哦。哎，你俩和好了？我就说嘛，同桌之间就是要注重革命友谊。宋琪，早饭不是我扔了？我来了，姑奶奶，别扔。你到底怎么得罪他了？还不是因为你那破信。你还有脸提那封信啊？我那是意外。那你意外还挺多的呀。对不起，妈，我保证不会再有下次了。所以三次抽出的球当中，红色球出现的次数会高于白色球出现的次数的概率是多少？这道题记住这个公式就行了。睡吧啊，都接着睡。等什么时候你们一个个都睡醒了，咱再接着讲。你怎么连高二的知识点都会啊？之前奥数题里有出现过，提前学了下。都给我清醒着点儿！你们马上就要文理分科考试了，自己已经是高二的学生了，高二和高三是一样重要的，有没有点数啊？宋子琪，你给我站起来。从现在开始，谁要是再犯困，谁就都给我站着听讲。不是你们现在一个个的还不情不愿的，是怎么着？你们知不知道现在学校老师都是在义务给你们补课，还不是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的把高中的课程上完，这样高三的时候才有足够的时间去复习。不然你们觉得我放的好好的暑假，我不过我大热天的跑来给你们补课，我脑子有病啊？行了，下节是物理课，都清醒着点儿，实在是太困的，出去洗把脸，好不好？好。哦，对了，邓婉婉，文理分科的志愿表等一下给大家发一下。好。刚好趁这段时间都好好想想自己的去向，周五之前交给我。周思月，你来一下。
沙迪，婉婉，我也要接水，我们一起吧。好呀。哎，小怪兽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他平常就这样。等我把作业发一下，我去上个厕所。谢谢啊。这次市级数学竞赛的名单我已经把你的名字报上去了，回头我再给你多准备几套卷子，你自己也好好准备准备。这次要是能拿了奖，明年就能直接参加国考了。谢谢老师。虽然市级的比赛你初中也参加过，但是高中的难度还是会大很多。总之你自己合理的安排时间吧。没问题的。嗯，我相信你的实力。加油。你完了，这是孔沙迪最喜欢的日记本。沙迪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来干嘛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会赔你一个新的笔记本。你怎么赔啊？那是我爸从日本带回来给我的。我会想办法的。什么办法？你再买一个一模一样的，把里面的内容重新抄一遍，就像你抄游客的信一样嘛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就喜欢干这种事情吗？丁宪，你闹够了没啊，孔沙迪？对不起，沙迪，你别哭了。你凭什么管我啊？我哭你也要管？你谁啊你？我那天真的不是有意的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你别哭了嘛，你原谅我。哎呀，你别再哭了，你哭我也想哭。你太没良心了，丁宪。是，我是没良心。你怎么不去找尤可可啊？他不是你朋友吗？你来找我干嘛？那你也是我朋友呀。你知道吗，沙迪？自从因为信的事情，我感觉我的整个生活都被打乱了。你生我的气，周思月也生我的气，我感觉自己一下就回到了刚来到深中时的样子。我才意识到自己真的是又胆小又纠结，不像你一样那么的勇敢自信。所以我很喜欢跟你做朋友呢，你就原谅我吧，好吗？太丑了，你哭得太丑了。好了，我们回去吧，别哭了，吵死了，你哭，你再吵。那我们中午去吃饭吧。嗯，去吃好吃的吧。嗯，你俩不冷战了？你是不是欠揍啊你？我好了。嗯，哄了好一阵。你还会哄人了，不得了。哎，
跟他就知道低头，跟我就不知道求和，瞧我把你给惯的。那能一样吗？有什么不一样？反正下次如果我俩再吵架，你也得有这种觉悟才行。知道了。来了。思远，你分科志愿表交了吗？还没呢，不用着急吧？哦，你这么快就交了？啊，那我早交晚交都是选理科，我浪费这两周时间干嘛？你选理科？废话，我看起来像学文科的吗？那我也选理科。你个小跟屁虫，你不会是为了我选的吧？你少自恋了，我要是选了文科，跟杨春子分到一个班怎么办？我才不要。对啊，你们女生不是都应该首选文科吗？你看看人家杨春子多有远见，知道选文科会更轻松。而且你要是选了理科，你不就跟小怪兽分开了吗？谢谢你要选文科啊，那你选了文科，我们是不是又见不到了？我不要。谁说我一定选文科了？我有可能选理科。哦，真的？那我们周家大少爷又可以辅导你了。好。你放心，我自己一定能学好，不用怕。我都知道你忘了，可可，你来干嘛？丁宪答应了我要一起吃饭的。对不起啊，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吃吧？那个，谁介绍一下？这位美女是哪？踩我干什么？那还踩？你有病吗，孔沙弟？你才有病！你吃你饭。你好，周思月，学校大名啊。我是十班的，给你送信的那个。哦，我知道。你别多想啊，我是给你送过信，但我可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人。你的同桌可比你有趣多了。啊，小怪兽现在人缘越来越好了啊！你说你能不能别踩我了？吃你饭吧你！我吃饱了。你们吃。哎，你让你怎么这么烦啊？哪都有你。哎，我是找丁宪，又不是找你。你要觉得我烦，你可以先走了。凭什么我走？你怎么不走？孔夏迪，你这么讨厌我，该不会是因为觉得我比你长得好看，还要抢你风头吧？屁！怎么可能？反正你以后别来找我们了。哎，我就找，我不光找你们，我还找周思月。还找那个什么齐的，你，沈沈，我好想打他呀！好了，莎莎，你先回教室吧，我来跟他说。那你千万不要对他客气啊！我不喜欢他。可可，我们找个地方谈谈吧。行了，这儿没人了，在这儿说吧。对不起啊，可可。为什么跟我道歉？你对不起谁了？哎呦，行了，其实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。我一开始确实是想借着你来接近周思月，因为我这个人吧，跟女生都不太合得来，平常都跟男生一块玩。但后来我发现，你比他们好玩多了。而且今天中午我也看出来了，虽然这小子吧身上那股劲儿确实挺拿人的，但我才不喜欢跟这么高冷无趣的人做朋友呢。他其实挺有趣的。不是你说的那样，
算了吧。我可能更喜欢跟宋子琪那种咋咋呼呼的男生玩。不行不行，宋子琪绝对不行。我说我不跟周思月玩，我可没说我不跟宋子琪玩啊。你这样，沙迪他会不开心的。哎呦，行了，我不逗你了。其实你剪个刘海应该挺漂亮的。沙迪也跟你说过一样的话。嗯，是吗？嗯，我觉得你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。行了，我上课去了。那个尤可可怎么回事啊？他是我朋友。送封信就成朋友了？这里面有点复杂，我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。以前没发现你还挺热衷于拉拢同学关系的。不过我告诉你，我对那个尤可可没有兴趣，你少给我整这些乱七八糟的。为什么呀？尤可可那么受欢迎。谁受欢迎我就跟谁好，那受欢迎的人那么多，你周哥忙得过来啊？这个想法不错。这次是我唐突了，我跟你道歉。对不起。啊？对不起。不错。有进步。在你